19日，根据某媒体报道，韩国男团 Wonder One、雍生佑、何成云最近确定出演 SBS《丛林的法则》In Saba。据悉，两人虽然从去年开始就想出演该节目，由于日程问题未能成行。此次在其他节目中既有综艺感与活跃表现的两人将带来怎样的表现，令人期待。另外，此次出演者们将于5月份出国，节目于7月播出。非凡娱乐整理报道。